把刚刚在做记号的这个线吼，对齐这个停车格的这条线吼。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，常常无法判断车头和人行道的距离，即使有前车雷达，也因为人行道较低，常常感应不到。尤其底盘较低的车辆，更容易发生擦撞。因此，我分享了一个简易的测量方式，适用于三种状况：一、前方为人行道；二、前方为停车线；三、前方为墙面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先量一下这个人行道吼，大概往外延伸，大概差不多20公分的距离吼。那在这20公分的这个距离呢，我放一个脚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现在这个车子呢已经撞到这个脚架了齁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距离呢，刚刚前面有测到这个距离是大概这个延伸出去大概差不多20公分齁，延伸到这个柱子大概20公分的距离齁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回车上齁。那以我的视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齁。它这个地方呢大概跟人行道平行。那距离这个后视镜大概差不多往下延伸大概2-3公分左右齁。所以如果呢以这个为参考点的话，那以后如果你停车的时候呢，当你人行道呢到达这个参考点的时候呢，你的车头的距离就大概差不多是20公分吼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再以这个参考点呢，再到其他地方呢做一个测量吼。好，那我现在在家乐福齁。那把刚刚在做记号的这个线齁，对齐这个停车格的这个最前面这条线齁。那我现在下车来看一下，看它这个实际呢车头离这一条线的距离齁。
好，它这个车头哈，大概差不多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在影子这个地方哈。有没有？它这黄线这个头到这影子的地方也差不多，距离大概20公分左右哈。这头到这里的距离差不多20公分左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停这个停车场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？现在以我的视角的话，我现在呢是这个参考线哈，对齐这个墙面的最底部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实际呢，车头跟墙面的距离大概多远哈？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差不多。我们往下看，大概差不多这35公分的距离哈。那这个是，如果是对齐墙面的话，它这个是比较宽一点哈，它有到35公分哈。